来看天文方面的消息，今年一届木星冲来啊！啊，台北市天文馆来指出，这届木星冲是六十年来上挖近地球一届，所以这几天只要日头落山了，看天顶讲上光的迄一粒，就是木星。这是今年七八月啊，为别太空吊镜摄到的影像。这是太阳系内底上界大粒的星体木星。九月二七透早三点左右，全球会迎接一年一届的木星冲，也就是木星上界挖到地球的时阵。太阳、地球跟木星三个排成一条线，地球跟木星基本上会是距离比较近，啊，木星就会看起来比较大、比较亮。所以通常来说，木星冲的这一天是最适合观测木星的时候。透过镜头会当清楚看到木星家己伫个灯色，顶端有真侪环蛇，也佮有真出名的大红斑。专家指出，即届木星冲是自1963年以来上界挖到地球的一届，上高光度会当达到负2.9的等级，这是真难得会当观测的好时机。就是我们这次是60年才一次的，比一等星还要亮的，亮2.5倍的就是零等星。那比零等星再亮2.5倍的，那就是负一等星。那相对来说呢，负2.9等就是比这些恒星还要再更亮。你想要再看到下一次这么大的木星，可能在我们的计算程式的范围内都没有办法看到比这次还要大的。虽然木星冲是发生伫咧日期透早，不过专家嘛讲，最近这几天拢真适合做观测。照天气的状况，伫咧日头落山了后，抬头看空中上界光的迄粒星，就是木星。因那台北市立天文台，嘛伫咧10月7日暗时啊做直播来解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